我心里怎么爬到人家家里来了？好，那在这里睡觉咯，晚安。哇，你在偷看他洗澡，看到牙齿都掉了。是谁在里面洗澡啊？我要开水了，我帮你冲水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帮你冲水。没有啊。第一，这个马桶不可以尿尿哦。你看这里，咚咚咚，哇，咚咚咚。会，哎呦，不行，这个马桶关住了。这是很厨房耶。对啊，哇，吴昕还有那种椅子耶，可以给你上去煮汤。你要煮麦片粥吗？不要煮太多啦。哦，要煮一个麦片粥。老板煮好了没？我的肚子好饿哦。不再见。那有空间放这一个东西吗？老板煮好了没？